一楠，你还在里面吗？何燕，我还在里面，再等一会儿啊。李楠，我跟你田二姨商量了，你们既然打算公开交往，爸的意思是呢，你们年纪也不小了，不如就先订婚，以结婚为前提。 认认真真的交往下去，这样最好。是啊是啊，至于你们两个人想什么时候结婚，那就由着你们自己啊。对，我们两个老的不会催的。其实我跟韩燕交往，就打算一直交往下去。先订婚当然好啊，就看韩燕怎么想。 这太突然了吧！我不知道，我一定要现在决定吗？哎呀，说真的，这伯父啊，越看你啊，越觉得你跟我们家一楠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 你觉得我们家一楠怎么样啊？韩燕，哎呀，我刚才跟王伯伯都商量了，人家真的是很有诚意的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快说呀！妈，你明知故问的。韩燕，那么你到底是答应？ 还是不答应啊？啊！我，哎呀，这丫头，这就是答应了，对吧？我早就知道你喜欢一男的，你看看，这脸都红了，不好意思答应的。哎，好好好，既然郎有情，妹有意，我们这做父母的没啥说的。 那我们就好好的给你们规划规划，嗯，先给你们订个婚，啊！爸，谢谢您。好好好。订婚？不行，我不同意，我绝对不同意。无论如何。 都要把一楠抢回来，来吃啊！哎，好好好。嗯，这个地方的菜味还是不错的。 我看这个订婚宴，我们需要选一家，既安静又雅致，还要跟我们韩燕气质很相投的那么一家，很好的饭店，你们看怎么样？那当然好了，哎呀，这就得拜托您了。拜托什么呀？你太客气了。韩燕，我去下洗手间。嗯，爸阿姨，你们慢聊，我去洗手间。来，吃菜。 一楠，一楠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很想你，我真的很后悔当初跟你退婚，我真的很想你，一楠。你别这个样子，一楠，一楠，你听我说吗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不可能了，我跟你早就结束了，而且我已经跟韩燕在一起了。我不信，我的心里都还有你，你的心里怎么会没有我呢？再说。
你们两个都还没有结婚，不是吗？放开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别这样！一楠，一楠，你还在里面吗？何燕，我还在里面，再等一会儿啊！你没事吧？怎么这么久都不出来啊？ 你干什么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既然以南和韩燕都同意订婚，那我们就挑个好日子，先把他们婚定了。好啊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把她嫁给一个好人家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嘿，你就放120个心吧。哎，等他们结了婚。 我会把韩燕当做自己亲闺女来疼啊！哎呀，多想彩帆嫁给一楠，结果……哎，刘彩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怎么，现在愿意跟我在一起了？不可能，我说了不可能，你这么做只会伤害到韩燕的。 你就那么在乎他？哎，你在跟谁说话？韩燕，我在讲电话。那我在门口等你吧。还没好，再一会儿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好吧。别等我了，先回去。 现在你已经有我的电话了，以后我打给你，你一定要接。刘彩帆，我跟你已经分手了，为什么你要一直纠缠我？一楠，我有我的难处。总之，你一定要接我的电话，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。